样极限就是五套啦，二十五套也太多了吧？是要去哪里？而且你们每天都在换衣服吗？我看大家没出门就没换衣服吧。大家好，我是 K 小编。不知道大家就是平常会不会就是有换季啊，整理衣服或者是任何情况要整理房间的习惯？因为我个人没有，因为我房间非常的乱，我已经放弃了。但是如果你只要整理房间，或者是稍微往那一堆很乱的衣服稍微瞄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你应该也是有某一件单品，就是买了大概100件，就是我背后的牛仔裤。反正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至少都是有。可能20-30件不夸张吧，牛仔裤。所以呢，如果你要再买衣服的话，不妨去考虑一下，就是先看一下你手上的牛仔裤是有什么样不同，你缺的是什么？因为这后面就是5件，我知道他们现在看起来都差不多，除了短裤的那一件，它明显是短裤之外，他们现在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呢，其实这5件牛仔裤就是。Basically 就可以让你就是做出5种完全不一样的搭配。我们等一下就是用同一件衣服来试这5件牛仔裤到底有哪里厉害。先大概讲一下他们是什么类型。首先第一件是靴型，靴型它这个裤型呢，就基本上你是可以靴，就是如它的名字，你的靴子是可以穿在里面的。然后它的形状是有点就是下摆有点这样往外宽。对，我知道你直接在想喇叭裤，喇叭裤更宽哈，就是差不多东西，它没有那么宽而已。然后再来第二件是 baggy， 就是那种麻布袋的感觉，它就是更宽。然后可是它同样也是。就跟刚刚的是相反，它的那个裤脚的时候有稍微收回来一点点，因为它本身已经 very 宽嘛，然后就是裤脚收回来一点点，怕你就是踩到摔倒。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本人就是穿在身上的这种背裤，就是窄管裤，窄管裤就是等一下再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 ，OK。然后再来是 boyfriend 就是还 boyfriend 啊，还有那个老妈裤这种就是比较中高腰一点点的，然后就是比较复古一点，它比较接近直筒，这种就是穿起来就会很有复古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短裤大家很明显哈，就是短裤。短裤就是可能辣妹就会穿得更短一点，但是那个东西哈，我们今天就是先不讲，就是因为呢，我们今天主要找的款式呢，都是比较流行感稍微再低一点点，就是比方说我看刚刚说的这个老妈裤，它就是比较中高腰一点，然后其他这些其实它的那个剪裁也不会到非常高腰或者是非常低腰，因为这两个比较极端的选项都会很明显的让你的裤子就是在过季的瞬间看起来非常过时，所以在挑选就是要你如果是要挑选就是要穿很久啊，然后可能2-3年之后你还拿穿出来也不会觉得土的话呢，就是建议挑这种比较中庸的款式，不要那边走极端 ，OK 哈，我们等一下就来穿穿看。好。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一套就是今天的第一套造型。那因为我等一下还有100套衣服要换，所以其实今天话比较少一点。首先，我们就是拿这个，就是秋冬大家都有的针织衫。我知道你也有100件啦，就是挑一件你觉得比较适合的，然后拿来搭配，我觉得应该是都蛮合适。然后搭一些风格比较接近的配件，有没有？好，先不说，我现在换下一套。好，我现在就是换了另外一件。这件我刚刚说是靴型裤，但是它在没有说就是靴型裤就一定要配靴子，所以我现在配了高跟鞋，因为我今天没有带比较高的靴子，我现在还是必须要让我的腿看起来很长，有没有？我腿看起来是不是超长？正面看、侧面看都很好看。好，现在换下一套，再见。因为我刚刚讲话实在是讲太快了，所以我刚刚被嫌弃，所以我现在稍微讲慢一点。总而言之就是憋裤还是要稍微看一下腿型，大家就是没事还是先锻炼一下身体，就是腿不要太走样。换下一套。好，现在换了不知道是男友还是老妈牛仔裤，反正就两个都很啰嗦，就是其实它就是比较直筒嘛，然后因为我个人的腿就是觉得看起来就是稍微绕露一点脚踝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随便就是照你自己的自己的喜好调，然后让它就是有点休闲感跟这样子比较正式的感觉有点反差，我觉得也蛮好看。换下一套。就是大家一般会觉得短裤是比较休闲的款式，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搭一些什么运动鞋啊什么，那个脚的地方还是蛮多地方可以发挥的哈。等一下再说，因为等一下还要再穿这件裤子4次。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就是 baggy， 然后现在就是换成西装外套，就是大家就是秋冬的时候蛮常穿，还有换季的时候也很适合衣服。我觉得这就是在稍微不是那么夸张正经，因为你知道有些老板就是不喜欢你穿牛仔裤来上班。那种除外的话，场合应该都是蛮适用的。马上要再换下一件，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 cosplay 很讨人厌的女主管，或者你本身就是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差不多就是穿这样子。换下一套。好啦，我觉得我平常操作就是穿这样出门，没什么好讲的，就是换下一套。
就是西装外套，然后老妈裤本来就是跟西装裤的那种剪裁就比较宽一点，有没有高腰，就基本上有一点像的。我觉得拿来取代它是非常合理，然后配西装外套。好，刚刚讲过了，因为这就是你知道比较正装的上衣，然后配比较休闲的裤子，就其实混搭的感觉还是 OK 的。下一套。我跟你讲，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三套上衣，我已经快要虚脱，我觉得快要累死了。现在再有人跟我讲要做这种东西，很简单，试试看。好，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就是换那个，这叫什么？白衬衫。白衬衫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然后我这件是比较 oversize， 然后它有一些小细节啊，这是别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先配的是 baggy， 它所以等我上半身也是宽松，下半身也是宽松的线条嘛。那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全部都看起来这么就是宽松，感觉很邋遢的话，你可以像我一样，就是可能稍微用一点扎衣服啊，或者你有别的配件 ，like 什么吊带，我是说那种就是什么背带那种，或者是皮带什么的，去调整一下那个线条，我觉得其实都蛮好看的。还有很多套，换下一套。然后刚刚说这一件是靴型，我刚刚是说这一件蛮适合演一些就是那个讨人厌那个干练女主管的感觉，所以就是配白衬衫，然后合情合理。而且我觉得这个白衬衫就可能是因为这个布的质量不是那种叫什么绸啊那种滑滑的质料，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就是中和一点，又中性一点，我觉得比较没那么讨人厌。好，换下一套。然后因为这件衬衫很大，我刚刚已经用了好几次，还是等一下才要用。反正有时候你可以用扎起来一单边的方法，或者全部放出来，或者是你这样子把它打结，就是让它可以就是改成短版的方法，你就不用再多换一件衣服。因为我现在已经换到不知道多少件，我觉得很累，能少换一件就换一件，换下一套。我觉得我这样配真的超级好看的，就是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我明天就是个人要穿这件出门，我等一下下班的时候就先把这件裤子摸走。我觉得这个造型就是你如果出去逛街或者机能性的活动要走很多路的，好像就是蛮适合的。不然你那个衬衫如果没有这样扎起来当成下身失踪的话，里面应该还是会配一个牛仔裤，就是蛮方便的。换下一套。好累。好，现在终于来到了第四套上衣，我觉得好累。就是这一套是比较运动风的感觉，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试过什么西装外套啊、白衬衫，那些都是比较正装一点点的东西，然后现在就是换一个本来就比较休闲的，然后再加牛仔裤本来就是比较休闲的，给人家比较休闲的风格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本身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我刚刚吃蛮饱就是肚子微凸之外，就是应该是还好。那大家就是注意如果穿短版的时候肚子还是不要吃太饱。我觉得就是运动风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种就是你身材很无短的感觉，有没有？因为你那些衣服很为了要机能性活动，所以比较松垮一点。然后你刚好配一个比较修身的裤子的话，其实就虽然可能真的是蛮难做运动的啦，但是就是我觉得比例整体而言看起来就是蛮好的。换下一套。我觉得这造型其实蛮适合去登山，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登山都是就是穿的比这个还少哈，对，就是但是牛仔裤的话，你去登山的话就比较不会磨伤你的玉腿，有没有？跟那些就是运动裤比起来，我觉得蛮适合的，可以考虑一下。好啦，就大家很明显吧，就是没什么好讲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反正都蛮休闲的，我觉得就是本来就是很大的风格，不用再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造型我个人就是也是蛮熟悉的，因为真的蛮像追星族的，就是你如果要在那边蹲点的话，你就需要一个渔夫帽，避免你头看起来很油，然后在偶像见到你的瞬间头超油，然后脸超土，就是看起来悲伤，然后再加一些就是有口袋啊小包包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蛮适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就是近期有演唱会的话，我想应该是还没有。好，终于来到我们第五套上衣，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这一套上衣呢，就是所有人我觉得家里应该都有100万件的帽 T。帽 T 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买比较宽松吧，这件是有点过度宽松了，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帽 T 本来就是要宽一点，可能会比较比较怎样，没有怎么样，就是舒适而已。然后我现在就是它，所以它上身是已经比较宽的样子，然后我再配一个同样是宽的这个 baggy 的裤子。所以呢，就是鞋子从刚刚就一直是，虽然从刚刚就一直是这一双，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全身的那个线条都很松垮的时候，你不想要让人家觉得你一个看起来就是整个人被衣服淹没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一些什么鞋子啊，或者是别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再挺一点。好，换下一套。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算是蛮反差，因为你看就是我这个
这个那叫什么帽 T， 然后再加这个我刚刚说的比较那个利落啊，就是干练的感觉，但就是好像还是蛮搭的哈。我觉得我这次穿什么都好看啊，真的不好意思啊。哎，不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穿这样来上班，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语塞。反正就是你知道，非常合适一个平常你就可以穿去 everywhere 的造型。我觉得帽 T 跟老妈或者是男友牛仔裤，其实都是本身是复古的东西，但是到现在也都还很流行，所以我也觉得他们两个就是非常搭。再加上这两个配件，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他们天生一对，金鹤金鹤。好，换下一个。就是现在终于来到最后一套，个人对于这大长征的结束，就是感到非常的感激、感动，还有感到非常的。下次再有人跟我们讲说要做什么，就是我想极限就是五套啦，25套也太多了吧？是要去哪里？而且你们每天都在换衣服吗？我看大家没出门就没换衣服吧，拜托，每天都穿一样就可以了啦，干我什么事？你随便穿就好了啦。不是，我意思就是说呢，总共有25套哈，就是我相信大家在一个月之内，就是都可以完美的 cover 到你的每一个场合。除了老板叫你不要穿牛仔裤的时候，你就裸下身，不是就换成别的裤子出门，就是我觉得这个月就可以过得非常的平静，顺心如意，下个月见哦。